告诉我，你们看到了什么？二，你又捡起来看看，回答我，你看到了什么？回。 铁的纪律，要从生活的细节开始，要记住细节，生活里的每一个细节，否则，在战场上，你们会牺牲的比别人早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好，重新搞。200米人质移动。